主料：白萝卜300克，猪肉丝1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、姜、生抽、料酒、淀粉、鸡精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白萝卜切丝备用，瘦肉切丝，放料酒、盐、淀粉、生抽，抓匀，葱姜切碎待用，炒锅至火上，放入油烧至6成热，放入肉丝炒至7-8成熟，盛起，另倒油爆香葱姜，倒入萝卜丝煸炒，炒至萝卜熟透，加入肉丝煸炒，起锅前加入盐、生抽、鸡精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大火快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